子啦，其实这个刚刚你都问过了，我再问一次好了。没关系，他们这个紫外线有几个紫外线？来，理事长来选一下，选一下，选一下。第二个问题是哦，你各位看到有一个什么 UVS 365哦，那365是375减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它是什么？防晒要不要卸妆？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涂的是很黏很黏的，要；如果你涂的是一般的，不用。像我没有，我只有卸眼妆而已，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痘痘。